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啊！我哋都用少少時間同隔離嘅弟兄姊妹，大家彼此嘅歡迎，好唔好啊？大家握下手，大家彼此嘅問安嚇。除了你同隔離弟兄姊妹問安，有冇同神講？神啊，早晨啊，咁有冇講啊？好，我哋心中都係歡喜快樂嘅嚟到我哋一同嘅嚟到敬拜神嚇。詩人咁樣樣提醒我哋，佢話：神啊，願列邦稱頌你，願萬民都稱頌你。这个是诗人他的心愿，他真的愿意世上每一个 有生命有气息的人都能够是称颂神。称颂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将神当得的荣耀来到去归回给他。可能心里面的对神那份感恩的心，对神那份敬畏的心都是一份的称颂。让我们一起的，我们都是来到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到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一同的站立，我们一同用诗歌来到去称颂我们这位的神。今天唱这首诗歌《神大爱》，可能比较生少少，但是不要紧，诗班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是一首赞美神的爱的一首诗歌。
好，让我哋同佢跪下，我哋一齐安静喺神嘅面前，预备我哋嘅心嚟到去敬拜朝见我哋呢位嘅神。我哋一齐嚟颂唱主在圣殿中。神啊，当我哋众人屈膝跪拜喺你面前嘅时候，我哋认定你系嗰位伟大、尊贵、荣耀嘅神。我哋人系何等嘅卑微，就算我哋现今睇见呢个世代好多嘅科技非常嘅昌明，我哋睇见人所作嘅作为都系令到好多人好惊叹，但主啊，我哋仍然认定你系嗰位创天造地嘅神，你系嗰位满有能力嘅神。喺我哋人嘅智慧能力嘅当中，主啊，我哋发现到原来我哋都系咁无助，都系咁软弱。我哋需要主你嚟到继续嘅喺我哋生命当中。你来到掌管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软弱在无助当中的时候，主啊，你仍然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一生一心的来到去仰望依靠你，跟随你，学习你。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人生有你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神的时候，主啊，我们面对人生很多的冲击，我们就一无惧怕。主啊，让我们都认定你是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对你那份尊敬的心、敬畏的心是永远都不会减退。特别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冲击和挑战的时候，主啊，我们永远都是抬头的来到去仰望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位顾念我们的神。就算我们落在很多的困境当中，主啊，你仍然是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你拖带着我们，叫我们人生路永不孤单，也都让我们知道你的能力是超过我们人的能力，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到去仰望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将一切的重担、忧虑、困境，我们都完全的交托给你。因为你掌管我们的生命，就让我们好好的来到用一个很单纯的心来到去信靠你，让你在当中掌管我们的每一天，掌管我们的明天，掌管我们的一生。多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来到去敬拜你，让我们在这段的时间，我们对你那份的心意能够被你悦纳。我们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能够对准你，让我们心中有你的时候，主啊，你的恩福就临到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的来到交托给你，求主你临介在当中，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恭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
位请坐。好，以下我哋会唱一首嘅诗歌，叫《陶造我生命》。神咧将生命赐过俾我哋每一个嘅人。但我哋嘅生命嗰个嘅本质系点样样咧？我哋需要神咧系喺我哋生命当中不断嘅嚟到去陶造。我哋生命各人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质地甚至可能我们都有很多的杂质，求神都清洁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生命能够有一种很纯洁很干净的质地，也都让神不断地提升我们生命的质素，以致我们活的时候活得更加精彩，也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陶造我生命。Thank you.
上嘅站立，我哋一齐嚟到攻读《使徒信经》。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神独生子，由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而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架，受死埋葬，降到阴间，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必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灵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好，我请坐。好，今天呢仍然会同大家嚟到分享诗篇的信息吓。咁啊，一路都用一个主题咧，就系人生的透视吓。咁都讲咗好多唔同人生我哋所要面对的一啲嘅就问题或者一啲嘅分题。今日咧同大家去睇一睇人生另外一样嘅嘢，我哋都系好好切實我們要去面對的事。事實上我們對人生，每一個人對人生都有很多的期望，我們都有很多的目標，我們都希望能夠在人生的階段裡面一步步的去完成。當然如果做學生的，你對於學業成績你都好希望能夠有好嘅一個結果嚇，考試或者你攞學位或者你要即係面對好多嘅學歷嘅考驗咧嚇，你都係好希望能夠出人頭地嚇。或者起碼你都能夠達到一些基本的要求，譬如有些人讀書希望最多人都拿個大學學位，特別美國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美國太多人才，如果你連一些這麼基本的學位都不去爭取的時候，都幾難去面對生活或者工作。當然，如果你自己本身工作上面你都希望能夠攀登，希望能夠有一個好的職位，有一份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以至你的生活都能夠無憂，或者會活得更加舒適，更加的美好。那這些目標都是很啱、很正確。有時對於人的婚姻、家庭，大家都有一種的目標，希望能夠幸福快樂。當然這一切我們心中有數的，人人都有不同的方向、目標，或者希望有的成功成就。有一個後生仔，他都心中是有一個這樣的意願，有一個目標。他就精了，他就很想做一個成功的人，或者有成就的人。他為了不去碰釘子，樣樣去試，然後才找到一些秘訣或者一些答案，令到他可以達到成功或者面對失敗這樣。於是他就去找一些很有智慧的人。你知道智慧的意思就是說，有些人他人生經歷了很多很多事情，很多人都經歷過了，這個年輕人他就精了，走去跟一些經歷很深的人，或者經歷很多的人，這些智慧人就去訪問他，就徵詢他們的意見。你這麼成功，你有什麼秘訣可以提供給我，讓我不用撞板，周圍去問人，問一些有經驗的人，或者他們成功的人，得出來的答案差不多每一個這些這樣的智慧人或者成功的人給的答案都很類似。
咁咧就可以歸納埋咧，即係一個一句説話嚇。咁用英文講咧，就係三個字啫。啊，大家有冇即係諗到即係嚇？如果真係俾你有人咧訪問你嚇，喂點樣樣可以成功啊？咁你有冇咩嘅箴言嚇，或者咧一啲嘅秘訣咧，可以提供俾呢一啲所謂過路人啊嚇？三個字。當然有些人已經知道，我已經 send 了很多的這些資料給小組的組長啊，那些組員啊。原來這三個字呢，就是什麼呢？或者，對不起，我說得快得滯。這三個字呢， No free lunch， 沒有免費午餐。咁所謂冇免費午餐咧，或者我翻轉頭咧，正話我忘記咗同大家讀啲經文嚇。今日所講嘅主題咧，就係關於咧，即係種同埋收嘅問題。人生咧，其實咧係不斷嘅喺度種緊啲嘢，亦都咧不斷嘅喺度收緊啲嘢。嗱，咁咧，詩篇第126篇，大家一起讀一讀第六節，好嗎？我們一起讀一下，一二三。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的帶滾帶滾滾回來。那這裡呢，其實即你看見一幅的圖畫呢，就是好像一個農夫，當他拿著那些種子呢出去田地嗰度咧嚟到撒種嘅時候咧，嗰幅嘅圖畫咧就係咧，即係我諗大家我哋大多數啦嚇，都或者唔係喺呢啲咁樣嘅耕種嘅即係生活嘅裏邊咧嚟到即係習慣呢一種嘅生活嚇。咁我亦都知道咧，有啲人可能喺中國大陸咧，你係都習慣即係種嘢嘅嚇。咁因為最近咧，即係師母佢都有即係有啲嘅種植嘅即係植物嘅問題咧，咁啊發咗出去 Facebook 啊問下，究竟呢啲係咩嚟㗎？點解喺我 backyard 我都冇種呢啲嘢，點解咧會種出嚟啊？咁嚇，咁啊都有啲人回應過，呢啲咧係乜乜乜咁樣樣嚇。有啲人好識呢啲嘢嚇，特別有啲人咧佢都對於呢啲嘅植物咧栽種嘅植物咧嚇，即係譬如知道咧邊啲可以。我哋當藥用嘅飲食啊嚇，咁可以咧即係又幫助我哋身體嘅健康啊，或者咧調理我哋嘅身體，好多呢啲咁樣嘅學問嚇。咁啊，呢幅圖畫咧就睇到一個農夫咧，可能咧一朝頭早起身咧，或者喺某一個季節嘅裏邊咧，就要出去撒種啊，可能咧。天氣唔係咁好，落緊雨，或者咧甚至咧密雲嚇，但咧佢仍然咧要出去咧撒種，因為咧雖然間咧喺嗰個撒種嘅時間裏邊咧，天氣唔係咁好，或者咧都令到佢唔係咁方便嚇，或者咧要俾雨淋啊，俾有風吹啊嚇，都好唔舒服。但咧佢仍然出去撒種，因為佢知道咧，當佢就算辛苦嘅出去撒呢啲種子嚇。咁可能要經過幾個月嘅時間咧，咁佢就期望咧呢啲嘅種子咧會發芽生長，然後咧到有一日時候到了咧，佢會有所收成，無論係咩種子或者係米好樹木好嚇，總有一段嘅時間咧係要等待，但咧喺撒種嘅過程裏邊咧，每一個嘅撒種嘅人咧都有一個期望，因為咧佢知道咧佢所撒嘅咧雖然間。可能在幾個月的時間裏面咧冇嘢睇嚇，冇咩嘅好似有啲成功感或者有啲嘢咧有啲嘅收穫，但咧佢知道咧時候到了咧呢啲嘅種子咧將會結出花，將會結出果喺嗰段時間裏面咧佢要收割，佢要咧欣賞佢所栽種嘅呢啲咁樣嘅植物。咁人生咧都係咁嘅樣嚇，好多嘅嘢咧我哋都係有一種嘅期望嚇，可能咧你真係期望你嘅家庭幸福嚇。不過咧喺期望嘅過程裏邊咧，你有冇真係有一種嘅撒
種嗰種嘅心思或者嗰種嘅行動出嚟啦。因為咧，有種先至有收。嗱，呢一個道理咧，我諗大家都應該了解嚇。你冇種咧，你唔會有收嚇。咁啊，傳道書嗰度咁講，佢話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因為日久必能得著。啊，即係呢個咧就一幅嘅圖畫咧，好似喺池塘一樣嚇。可能咧下邊咧都可能你養咗好多魚仔嚇。咁咧，當你期望咧呢啲嘅魚咧啊，將來能夠變成大魚啊，或者有好嘅收成嘅時候咧，你要天天嘅嚇嚟到咧撒一啲嘅種子俾啲魚食。可能咧，當你一路撒出去嘅時候咧，你都唔會見到啲咩效果，因為咧嗰啲魚係咁啊食你撒嘅呢啲嘅種或者一啲食物嘅時候咧，都未必話咁快咧就即刻咧即係長大嚇。但係咧，當你日日係咁樣樣撒嚇，撒咗啲嘢，可能咧似乎好似唔見咗啦嚇，嗰啲嘢都唔見曬啦嚇。但係咧，日久咧，你會有所得著，因為嗰啲魚咧天天嚟到食你所撒嘅食物嘅時候咧，佢哋會長大。到到有一日咧，你要釣大魚嘅時候咧嚇，你就能夠咧係有好嘅收穫喺當中。當然咧，呢個道理咧，你撒啲咩嘢就會收啲咩嘢咧，呢個嘅道理咧係好簡單，亦都咧係好多人都知道。但問題咧，當你真係希望有所收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撒，一定要種。但係個關鍵咧就係咧，你種啲咩嘢，你撒啲咩嘢。如果你種嘅嘢啊，特別咧聖經咧對面都有講一節嘅聖經咧嚇，好緊要嘅。佢話咧，如果你順著情慾嚟到撒種嘅時候咧，就必從情慾收敗壞。如果你順著聖靈嚟到去撒種嘅時候咧，必從聖靈咧收永生。呢個係加太書第六章第八節，係一節咧好重要嘅經文。不是在乎單單你期望收啲咩嘢，係在乎咧你撒啲咩嘢，你種啲咩嘢。因為咧，當人咧期望有所收嘅時候咧，你所撒嘅咧係或者你所種嗰啲咧係啲咩嘅種子啦？呢個咧就關乎到咧你將來收啲咩嘢。嗱，咁我想從幾個角度咧嚟到同大家去探討一下咧，究竟咧你在人生好，在家庭好，究竟呢，即是你不斷地在種什麼東西呢，在撒什麼的種子呢？那我今天呢就試一試在家中呢撒什麼種子。你知道呢，家呢是一個地方呢很特別的地方。每個禮拜我們都回來這個地方聚會，基本上呢都是大家一般嚟講咧，都係好向往、好享受嘅一個嘅咁樣樣嘅團體嚇。咁啊，都冇咩嘢困難嘅嚇，因為咧點解咧嚇？大家一個禮拜翻嚟一次，兩個鐘頭時間係咪啊？咁而且咧，大家特別喺如果淨係參加呢個嘅聚會咧，咁啊，基本上咧你都唔會有太多時間咧同你隔離周圍的人咧，嗰種嘅相處嚇，人的問題咧就係咧，耐唔耐相處下咧冇嘢嘅啊，大家都會好 happy 嘅，係咪啊？因為咧我又唔識你，你又唔識我嚇，我有嘅長處短處你都唔知嚇，咁咧即係大家基本上咧都相安無事嚇。咁但係問題咧喺家庭裏邊咧就唔同啦，家庭咧係大家相處面對面。有很多時間在一起的時候，所以有句話就是相見好就同住難，特別在家庭裏面大家一起相處，如果人丁單薄的兩夫婦兩個人，兩個人都可以很多東西，是兩個人特別如果大家不急的時候，你回到家就是對著另外一個
咁佢有啲咩脾氣啊？有啲咩唔好嘅習慣啊？有啲咩嘅弱點咧？啊，即係完全暴露曬出嚟嚇、啊。人就咁樣噶啦。如果咧你有啲嘅嘢咧嚇，我唔中意嚇，或者習慣好性格好，我唔中意咧，但係日日要對住咧，好容易咧就產生摩擦。而呢啲嘅摩擦咧，慢慢咧就會變成咗咧大家嗰種嘅。即係一種關係上面嗰種嘅挑戰係好困難嘅事情啊！咁當然咧，如果兩個人即係再加上有仔女啊嚇，有埋父母一齊住啊嚇，或者未必話一定住嘅嚇，即係大家有機會常常見面咧，都會產生呢一種咁樣樣嘅即係人際之間嗰種嘅即係衝突啊、摩擦啊、誤會啊嚇，或者咧大家不和啊呢啲咁樣嘅事情咁。特別咧喺家庭裏邊，因為混住喺間屋咧，大家即係差唔多冇得走噶啦嚇，咁就會形成到咩咧？好似大家戰豬一樣，係嘛？啊，大家控圍喺一個籠嚇，大家都係戰豬啊！諗住咧，大家親近啲啦嚇，大家咧即係多啲時間相處啊，大家多啲時間見面啊、傾偈啊，但問題咧。如果不懂得相處大家就會越控越埋的時候大家就互相彼此刺傷的機會就越來越多。有時一句說話講得不適合，一個態度即係表達得不好的時候就會令到對方受傷。甚至有時一個眼神都好，係咪啊？一個眼神鬼得骨啦，咁對方一接收到之後咦？你嚟呢一招好，我又另外一招俾你，咁大家咧就會好多嘅即係暗湧喺當中嚇，咁明顯嘅咧就係大家鬥鬧咯，係咪啊？嚇咁其實咧呢一啲咁樣嘅有時説話好，有時一種嘅態度好，或者咧裏邊咧我哋所付出所俾出嚟嘅一種嘅表達嚇，咁其實咧都係。等於你撒緊一啲嘅種子，而呢個種子咧會種喺人嘅心裏邊嘅，係嘛？你都會感覺得到咧。如果對方咧嚇突然間得你一句嚇，咁咧你嘅心咧就有一種嘅種子咧放喺你心裏邊咧，你好唔舒服嚇，即係耿耿於懷，或者你條氣唔順啦嚇，或者咧你會覺得咧對方咧針對緊你、誤會緊你嘅時候咧，好啦，有啲心病咧種咗喺你心裏邊啦。而呢啲嘅嘢咧，好多時候咧，我哋都喺好多人性嘅軟弱嘅當中咧，就會咧有一種我哋叫反擊啊！反擊你就話咧，咦？你咁樣樣鬧我，你咁樣樣批評我，你咁樣樣話我咧嚇，我都不示弱啊！我都會咧還翻一招俾你啊！可能咧即係佢會又會講啲説話咧難為你啊嚇，又會咧做一啲嘅動作咧，係令到你難堪啊！咁人性咧就係咁樣嚇，即係大家咧就會有一種嘅報復嘅心理嚇，或者大家對抗嗰種嘅心理。而呢啲嘅情況咧，就即係會令到咧嚇，好似我哋成日所讀嗰段嘅聖經《加拉太書》所講嘅聖經咧嚇，有時候咧我哋順住情慾嚟到殺種。情慾咧，其實呢個字咧，亦都包括咗咧人嘅血氣、人嘅人性。人咧裏邊有好多嘅私心，有好多嘅自私，有好多嘅嫉妒，有好多嘅即係憤怒嚇喺我哋心裏邊。如果咧呢一啲嘅嘢咧，我哋係即係殺咗出去嚇，可能一句説話即係大家鬥頂嚇，或者大家對抗嘅時候咧，你殺呢啲咁樣嘅種子咧，會形成到咧，就係咧，你會收敗壞。當然咧，敗壞呢個字咧，可圈可點啦嚇。如果你真係做一啲情慾嘅事情、犯罪嘅事情嚇，順住自己嗰種嘅私慾啊、情慾啊嚇，甚至咧性慾啊嚇，嚟到即係嚟到犯罪嘅時候咧嚇，你將會咧嚟到收到一啲嘅所謂敗壞。咁如果喺家庭裏邊咧，你曬啲嘅種子嚇，包括咧你好多嘅不滿啦，好多嘅埋怨啦，好多嘅挑剔啦、自私啦，嚇，你會彼此嘅刺傷，互相嘅抱怨。嗱，呢一切嘅肉體嘅血氣咧，你當你殺咗出嚟之後咧，其實咧
这些东西呢里面呢含有了很多的、苦毒或者苦劫的东西。咁你撒咗呢啲嘅种子出嚟咧，你会收啲咩咧？你会收一种嘅大家对抗啦，啊冷战啦，啊一系咧就大家吵架啦，啊一系咧就大家面阻阻，或者咧冷冰冰啊，大家嗰种嘅关系咧吓就会因为咧某人或者双方咧啊，即系撒呢啲嘅种子嘅时候咧啊，你就会。收到一種關係上面的破裂，感情上面的破裂，而這些東西呢是帶給很多人在家庭裡面人際之間的關係上面很多的心結在裡面，而這些東西可以在當中一路的牽連著捆綁著，令到呢、本來是一家人，是一種最親密的關係，但因為咧撒咗呢啲咁樣嘅種子啊，即係太過放縱或者太過即係順從自己嗰種嘅情慾啊、肉體或者咧血氣嚟到去行事嘅時候咧，呢啲嘅嘢咧就會形成到咧係家庭裏邊咧好多嘅紛爭。一個家庭咧究竟係一個天堂咧，因為係地獄咧，就係在乎咧。你當中撒啲咩嘅種子？有個人咧，佢就有一次夜晚咧就發夢啊，咁啊發夢咧就呢啲夢咧就係啲意境嚟嘅啫嚇，即係唔係真嘅嘢。但咧佢發夢咩咧？發夢咧就有個天使咧就帶佢去即係參觀咧天堂同埋地獄嚇，咁啊即係等於去旅行咁樣啦，睇下邊個地方啊咁嚇，咁佢今次咧就嗰個天使咧帶佢睇即係天堂同埋地獄係一回咩事？好啦，咁當然咧佢嘅靈魂咧就飄啊飄啊，就飄到一個地方咁啊，一間好靚嘅別墅啊，咁啊別墅咧有好多大嘅房啊，咁啊去到一個地方咧，咁啊嗰個天使咧就指示佢，但係你睇下呢間房啊，咁佢裝下，咦幾靚喎呢間房啊？就裏邊咧有一張好大嘅圓台啊。即係等於而家好似中國咧，而家好多嗰啲富豪咧，中意咧去一啲嘅餐館啊嚇，一個房就一張大台，咁啊裏邊咧坐幾十人，咁啊喺度食嘢嚇，咁好豪嘅嚇。咁佢話：咦，咁啊去到睇到呢個地方，咁啊真係有一間房靚到不得了，中間有一張十幾尺嘅圓台，咁啊裏邊咧可以周圍咧坐好多好多嘅人喺當中。咁佢心裏邊諗，呢個梗係天堂啦嚇，因為咧嗰張台咧中間咧就放咗好多美食喺當中嚇，咁啊嗰啲人咧就圍住嗰張台咧就即係準備食嘢啊，咁啊佢再細心觀察嘅時候咧就發現到咧，大家咧即係坐埋喺台邊嗰度咧，咁啊當然即係大家要食嘢啦嚇，咁啊有啲咩可以嚟到享用咧就係、是、咧。在他們每個人的面前就有一支六尺長的匙羹，六尺長，你想象一下，因為那張台很大，非常之大，如果你真的要去北對面，你那塊雞髀，你就沒辦法起身，他又不是轉那些 Lazy Susan 那樣來轉的，那他怎麼吃呢？原來他是提供一人一支六尺長的匙羹，大家都很開心啦，攞住啲六尺長嘅匙羹咧，大家喺度睺啦，邊度有雞髀啊，邊度有燒鴨啊，邊度有啲中意食嗰啲嘢咧，就準備筆啦。好啦，咁啊見到有個雞髀咁啊，諗住筆啦，喺對面嚟嘅，咁啊攞住個六尺長嘅匙羹咁啊，準備筆啦，一筆到咯，開好開心咯。但問題咧，點樣攞入口咧？六尺長係嘛？你就算即係而家我哋普通匙羹咁啊。細細支幾寸咁啊，攞入嚟咁啊食到啦嚇。六尺長呢點你點攞啫？係咪你伸直隻手都唔夠，冇六尺長啊？咁咪好失望啦！咁攞住咧嗰嚿雞髀啊，想食又冇得食。咁啊對面嗰個咧又中意嗰嚿雞髀喎，咁啊佢又揾佢嗰啲匙羹咧就撩呢個人夾到嗰個匙羹，揈咗佢，然後咧自己就畢咗嗰個雞髀去食。
咁佢話：，又似你，我嚿雞髀係我攞到先噶嘛？點解你即係嚟到即係撥開下我啲匙羹嚟到攞嚿雞髀咧？咁於是咧就大家攞啲匙羹咧就打交啦。啊，你喺嗰邊，我就打咁嗰邊就打過嚟。咁啊，卒之咧，個個人咧就攞住啲匙羹咧就喺度咧即係大打出手。OK， 啊，佢頭頭諗住咧呢個係天堂，睇睇下嘅時候咧唔對到啦。咁佢問個天使話：天使啊，呢度天堂乜咁噶？佢話：天使話你錯啦，呢度唔係天堂嚟噶，呢度係地獄嚟噶。啊，地獄點解啊？你睇下佢哋喺度打緊交嚇，大家喺度咧，即係咁多吵鬧，咁多即係嚇即係喺度大家對抗對緊對方嚇。呢個咪就係地獄咯，地獄就係咁樣噶，痛苦噶。咁哦，係咁樣哦，咁誒唔好入去啦嚇，我都唔想食啦咁。咁啊 ，OK， 咁啊，跟住咧，天使咧就帶佢隔離嗰間房。嗰間房咧又係一樣，又係一張嘅大房，有一個大房，有一個一張圓台，又係坐曬滿曬啲人，又係咧每個人咧前邊咧都係六尺長嘅匙羹。咁佢話：喂，咪啱啱睇過咯嚇，隔離嗰度係地獄啊嘛，我而家想睇天堂啊咁。天使君，你睇真啲先啦嚇，隔離係地獄，呢度唔同噶。咁佢話：誒，坐喺度咁啊，喺出邊敲下敲下。誒，佢哋都係喎，啊，攞住匙羹咁啊喺度畢啦嚇，邊個中意嘅嚿雞髀咁佢畢咗啦。咁當然係放唔到入口啦。但係呢度嘅人咧唔同喎嚇，佢哋唔係咧喺度咧即係怨埋怨或者咧隔。對面嗰個人咧喺度咧，即係攞到佢個雞髀喎。佢攞到個雞髀咧，咦？發現到咧自己食唔到啦。誒，佢見到隔離對面嗰個人咧，又喺度睇住呢個雞髀。跟住咧，呢個攞到個雞髀嗰個人咧，佢就將嗰支六尺長嘅匙羹咧一遞咧就遞咗俾對面嗰個人食。咁啊，哇！嗰個人咧食到幾開心啊！因為咧嚿雞髀本來咧俾人哋攞俾佢攞咗噶嘛啊。然後咧，嗰個人咧，佢一見到嗰個對方咧，即係對面嗰個人咧，攞住嚿雞髀遞俾佢時候咧，哇！食咗之後咧，好開心。跟住嗰個人咧，佢就見到咧，咦？我食到你嚿雞髀喎，我而家咧嚇夾翻另外一嚿咧正肉俾你。佢又咧攞喺佢嗰度咧攞支六尺長嘅匙羹咧夾咗一嚿嘅嘢，然後咧就遞過嚟，又俾呢個人食。哇！呢個人咧兩個人都食得津津有味。跟住咧個天使講佢話咧，嗱呢個就係天堂啦。天堂和地獄的分別在哪裡呢？地獄呢就是那些人很自私，在那裡鬥，在那裡爭取自己要的東西，他沒有想到別人的需要。但這間房間不同，個人不是顧自己，是顧對面那個人，拿到好東西，他都給對方那個人的時候，哇，個個多開心，個個就是這樣，不又給對方吃，自己吃不到不要緊，給對方吃，這個就是天堂。一個家庭咧都係咁嘅樣。原來你撒嘅係咩種子？如果咧你淨係單單為咗自己嘅利益或者自己嘅好處嘅時候咧，你會咧可能咧做出好多傷害別人嘅事情。但係咧到頭來咧自己都會唔開心，因為咧你係傷害咗其他嘅人。所以咧問題咧係你撒咩嘅種子？如果你能夠好好嘅嚟到咧喺家庭嘅當中咧，係撒出美好嘅種子咧，嚇呢個家庭咧就一定會有幸福。有一次有一個婚宴嚇，咁咧即係有一對年青嘅夫婦啦，咁啊結婚咁啊請客，咁啊夜晚黑咧就有個婚宴，咁啊婚宴嘅時候咧，咁你通常咧知道咧，有時婚宴咧主人家咧都會即係有啲咁嘅遊戲啊，咁有啲咧就玩新娘玩新郎啊咁樣，咁但係咧呢一次嗰個婚宴咧就嗰個主持人咧就唔係即係咁即係喺度兒戲咁樣樣玩下新郎新郎嚇，咁咧嗰個主持人咧佢就話：嗱，我哋而家咧就祝賀呢一對新嘅新婚夫婦嚇，但咧我都想咧係喺當中咧訪問咧一啲結咗婚好耐嘅人嚇，因為佢啱啱新婚啦嚇，即係仲有好長嘅年日啦，佢哋要面對嚇，咁啊
在當中呢、有幾多人呢你是超過即是結咗婚四十年嘅，咁有啲人舉手，五十年嘅，咁有啲越嚟越少夫婦舉手啦。咁話好，我而家咧就想咧訪問一啲咧結咗婚幾十年嘅人啊，你哋咧都結咗婚咁耐咧，能夠維持一種咁樣嘅關係咁多年咧，都係唔容易嚇。咁、我想訪問咧，究竟咧你哋有啲咩秘訣咧，可以提供咧俾啲一對新婚夫婦？啊，讓佢哋咧日後嘅四五十年咧，佢哋都能夠快快樂樂嚇、維持佢哋嗰種嘅關係，然後咧建立一個咧更加幸福快樂嘅一個家庭。咁於是咧嗰個主持人咧就攞住個麥咧就周圍訪問嚇。咁啊當然咧由即係後生嘅，咁啊有時三十年啦、四十年啦咁。咁啊去到一對夫婦咧五十年啦。嚇、啊！哇，五十年都唔係簡單嚇、啊。有幾多人而家你結咗婚五十年嘅？啊，哇，有啊嚇！咁啊，恭喜你啊！咁啊，大家能夠五十年嘅時間相處都唔係咁容易嚇。咁啊，於是咧，那個主持人咧就問啦：，誒、哎、嚇，呢、啊、一對啊結咗五十年嘅夫妻嚇、啊，我想訪問下你哋點樣樣？有啲咩秘訣咧可以即係、大家維持咁耐嘅時間啊？咁有啲人咧即係。七年之痒、三年之痒咧，拗下痕啊嘛，幾個月咧都冇咗噶啦嚇，都離婚噶啦嚇。咁啊，呢對五十年嘅夫婦咧，咁佢就咁啊嗰個太太可能咧即係比較即係容易講嘢啲啦，咁啊就訪問個太太，即係你點樣可以維持即係五十週年嘅時間啊？咁嗰個太太咧就。好輕鬆咁攞住個麥，佢話：我只有一個秘訣。嗰、那個秘訣係咩咧？佢話：佢用英文講嘅 ，I always say something nice。中文翻譯咗咧，我常常咧講一啲咧啊，對俾對方好聽嘅説話，好有意思啊！今日咧點解咁多人咧嘅家庭夫婦之間咧咁多問題咧？大家吵嘴啊！大家咧用説話咧攻擊對方啊，常常咧好多怨言啦、埋怨啦啊，或者咧挑剔啦啊，即係叫對方難受啦啊。咁呢個太太咧，佢就話咁多年嚟咧啊，咩情況底下都好啊，佢總係咧會講一啲 nice 嘅説話。當然呢個 nice 咧，即係大家。你自己意會啦嚇，啊，即係讚賞好啊，感激嘅説話好，多謝嘅説話好啊，即係呢啲嘅説話咧，其實咧喺人生嘅關係、人嘅關係上邊咧，係一啲嘅美好嘅種子。如果你能夠咁樣將呢一啲嘅説話咧不斷嘅或者咧常常嘅撒開嘅時候咧，肯定大家嗰種嘅關係咧係非常嘅美好。啊，咁啊，我哋都嘗試咧去學習咧，即係有時大家稱呼咧，啊，你知道有啲中國人咧嗰啲可能咧灑脱啦嚇，咁咧就即係稱呼對方咧就咩衰佬衰婆咁啊，即係好似呢啲咁樣嘅説話咧，即係可能咧你係灑緊花腸都未定嚇，但咧一聽得多咧，其實咧佢唔衰就變咗衰啦，啱唔啱啊？嚇！咁啊，所以咧，有時咧，我哋都鼓勵大家咧嚇，多啲咧誒講下嚇，叫聲 Honey 啦嚇，就算鬧交都好啦 ，Honey 嚇，咁啊，你一叫聲 Honey 嘅時候咧，就嗰對方想破口大罵咧，佢都會收翻聲，哇！佢你叫到 Honey 啊，我都唔好咁即係獨立啦，唔好咁巴渣啦嚇啊，我都會咧即係收下手嚇。有時咧呢啲咁樣嘅禮貌嘅嘢啊，稱呼嘢咧，都係撒緊一啲美好嘅種子。好啦。咁啊，呢個咧就喺即係情慾上邊咧，即係大家知道點樣去面對下。咁啊，如果你能夠順從聖靈嚟到撒種咧，呢啲美好嘅説話、美好嘅行動嚇，一個嘅幫助一個嘅扶持，一種嘅即係行動上邊温馨嘅行動咧，呢個都係聖靈嘅撒種，將會收永生。永生即係話咧。你會在人生的裏面你會收一些美好的果子出來的。啊、盼望呢、我們都學習啦、啊、即係每一天呢在家庭裏面我們都好好的嚟到撒美好的種子。咁啊、當然在家庭裏面是咁樣啦，喺
罪啊。喺教會裏邊咧，其實咧，我哋都係一個家庭啊。正話我哋所講嗰啲嘢咧，都可以應用翻喺教會裏邊都得啊。但咧問題咧，教會咧有時候咧，我哋翻教會多多少少咧，我哋都會對教會咧有一種嘅期望啊。我哋希望咧，教會咧能夠即係温馨啦，有人關心啦，這個大家都想嘅係咪啊？但問題咧，當你翻到嚟教會或者咧小組啊一啲聚會嘅時候咧，你又喺度撒緊啲咩種子咧？係嘛？即係我哋都想呢個教會呢個屬靈嘅家咧，一個温馨嘅家，係一個咧大家成長嘅家，大家咧係相處得美好嘅家，係嘛？但係咧問題咧，好多人翻嚟教會咧就獨善其身啊，或者咧你都好少咧係同其他啲人嚟到接觸。當然有時都是跟性格有關係的嚇，咁亦都有人可能會對教會有一些形象啊、陰影啊，或者一些不好的經驗都有嚇。咁但係如果真係咧，我哋希望呢個地方呢、這個屬靈嘅家咧，係你喺度享受、喺度成長、喺度咧，真係可以感受到咧呢、這個屬靈嘅家咧。是一種温馨，大家彼此關心、有愛心的家庭的時候咧，都學習咧點樣你自己去撒一啲嘅種子咯。啊，如果你真係想人哋關心的時候咧，你自己又試下咯。啊，即係可以主動少少咧，可以同啲人傾下偈啊，問候下人啊，或者咧邊個你比較識熟嘅，咁你咪同佢多啲嘅聯繫、接觸、傾偈。啊，咁你多啲嘅傾偈，多啲了解一下其他啲人佢哋嘅生活啊、心境啊、困難啊或者需要嘅時候咧，你容易表達到即係呢份嘅愛心。咁其實咧一句好簡單嘅問候啊，有時候咧一個好簡單嘅微笑咧，都可以咧係撒出咗一啲美好嘅種子。啊，咁當然咧每一個人咧都有閉翳嘅時刻，啊都有困難嘅時刻。啊，咁即係未必話真係次次翻到嚟咧都笑口常開，或者咧都係咁積極咁正面嚇去關心其他啲人嚇。咁有時我哋人咧面對緊自己嘅困難咧，我哋都有時閉翳啊、唔開心啊、唔出聲啊都會有嚇。但係當你真係比較心情好啦，或者咧你意識比較強啲嘅時候咧，主動下咪溜下隔離傾下偈嚇，知道佢嘅近況啊，可以有啲咩為祈禱啊咁嗱。咁當然呢一切咧都係撒緊一啲美好嘅種子。如果能夠學習咁樣嘅時候咧，大家彼此之間互相嘅關係嗰種嘅交流嗰種嘅刺激啊，嗰種好嘅刺激嚇，咁咧係會增進咧大家喺教會裏邊咧大家嗰種嘅即係相處。亦都咧，大家不斷嘅喺當中嚟到成長。如果你真係期望咧，真係翻到嚟教會有所得著嘅，啊，聽到有所得著，我請求大家咧為港員祈禱啦，好唔好啊？如果你真係都冇為港員祈禱咧，你唔好期望咧有啲咩得著，係嘛？咁你期望港員咧能夠講一啲嘅嘢咧對你有幫助咧，你為佢祈禱啦，希望咧港員咧能夠好好嘅。將一些信息能夠傳入在你的心底裏面。當然也都我們會面對另外一個比較即普遍的問題，就是有些人說我殺種都沒有好的好，即殺好的種沒有什麼收成，有些人又殺了壞的種子，又見他沒有什麼惡報，係嘛？即係有啲人咧都係咁諗嚇，殺好種就有好個收成啦嚇，殺惡種咧就冇就有應該有啲惡報嚇。咁我都想咧喺度稍微咧俾我哋即係一啲嘅少少嘅信息嚇。加拉太書裏面所講過啊，神氣輕慢不得，輕慢嘅意思就係話咧，你唔好以為咧神佢唔知道，或者可以瞞騙到神。神佢知道你所做嘅係好事嘅時候咧，佢一定會有好嘅嘢俾翻你。如果你所做嗰啲事情咧係會傷害神、傷害人嘅時候咧，遲早咧神嘅公義咧會臨到你身上。所以咧唔好憤世疾俗咯嚇，即係神佢有佢嘅時間、有佢嘅公義、有佢嘅方式，讓你
永遠記住咧，神係輕慢不得的，嚇唔好隨便咧係欺騙神，嚇當神咧睇唔到，當神聽唔到，嚇神佢必定咧會喺當中咧會有公義嘅報應或者審判。好，讓我哋好好嘅將神嘅話語都深藏喺心裏邊，好好嘅嚟到咧係將神嘅説話咧係實用喺我哋嘅應用喺我哋嘅生命嘅當中。好，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天父，你幫助我哋喺你面前好好嘅嚟到去反省，讓我哋好好嘅嚟到喺你嘅話語當中嚟到吸收、領受、學習，更加學習嚟到去遵守。讓我們好好的來到將你的話語成為我們生命的餵養，來到叫我們的生命是更加以你的話語來到成為我們的養分，來到活出更美好的人生。祈禱交託奉主的名求，好，以後我們有小天使來到現場。我哋好多謝小天使嘅現場嚇，雖然間即係好似有唔同嘅音，但係和起上嚟都幾好聽喎，都唔錯啊。OK， 好，我哋有奉獻嚟到繼續我哋嘅敬拜，讓我哋都存一個感恩嘅心嚟到將神所賜俾我哋嘅金錢嚟到擺上嚇。今天我哋唔知有冇新嚟嘅朋友喺我哋當中。冇嚇 ，OK， 好，咁我哋咧就即係秩序表嘅報告咧都係好簡單嚇，咁教會嗰個考察即係。
即係使徒腳中嘅考察團咧，咁啊大家都一路都有呢啲嘅資料喺當中噶啦。咁如果你有興趣咧，啊咁你可以因應你自己嘅需要或者你自己興趣咧，亦都去回應嚇。啊，教會將會喺11月17日咧就有聯合嘅感恩節嘅聚餐啊，咁。大家先預留呢一個嘅日子嚇，咁我哋係11月17日星期六晚6点咧，我哋會喺大飯堂嗰度咧舉行呢一個感恩節嘅聚餐嚇。咁原則上咧，因為今次係聯合咧，所以我哋呢個粵語部嘅台嘅數量咧啊，我哋都係仍然有限嚇。咁我哋暫時咧，我哋都係即係鼓勵經常參加即係我哋聚會嘅頂姊妹咧，就即係可以參加嚇。咁我哋報名咧，我哋即係日後咧詳情，我哋再會同大家宣布嚇。咁如果開放報名咧嚇，大家就可以嚟到報名參加呢一個嘅感恩節嘅聚餐。咁呢一次嘅聚餐咧係即係免費嚇。咁但係咧，大家如果想係有心願咧嚟到奉獻咧，咁呢個咧就各隨尊便嘅啫嚇。好，咁我哋都係好簡單嘅報告啫。好，我哋一同嘅集糧，我哋先為呢個獻金嚟到禱告。多謝天父俾我哋一切嘅恩典啊，你嘅賜予，我哋一同嘅享受，讓我哋存感謝嘅心嚟到領受你所賜俾我哋一切嘅豐盛啊，將從你而嚟點邊個金錢嚟到獻上，求主你親自嘅嚟到去使用，叫更多嘅人嘅生命係得著祝福。讓我哋都常常念掛住主你自己俾我哋嘅恩典，我哋誠心嘅禱告感恩，奉主嘅名求，阿門。我哋一齊唱讚美詩。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各位請坐，默祷之後歡迎大家落到羅馬飯堂，我哋有少少嘅茶點為大家預備。然後11点半，我哋有基要班，有唔同嘅小組嚇，歡迎大家嚟到出席參加。願神祝福大家。